好吃的饼干是给你吃的。是呢，如果你可以等到我回来都还没有吃的话，然后我们就会给你更多更好吃的糖果。那看你选择要现在吃还是等我回来再吃。那我先去了哦。你现在可以选择现在吃，或者是等我回来再吃。今天选择现在吃，或者等我回来再吃。好，那你就可以等我哦。在这边啊，你那时候在想什么？很想吃。那你怎么忍得住？因为我一直想着别的事情，因为我要忘记那个才会忘记那个，因为我想要更多糖糖，所以我忍住了。